大家好，我是金世正。粉丝们注意啦，女神要来陪大家过年，六号金世正特别来台录制特别节目，说到自己特别准备的内容，她也忍不住小露身手，祝大家新年快乐，神气神力。除了学了吉祥话之外，是不是有特别准备了中文歌？네맞습니다그천링얼님의추광자란노래를준비했습니다那有可能现场可以唱一小段吗？我可以站在你身后，像云朵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角落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哇塞，这中文也太标准了吧！世正啊，有没有考虑出手中文歌曲啊？不过在这之前，他自己也透露，最想合作的台湾艺人是他。啊，안그래도제가존린님의영상을굉장히유튜브에서많이봤었어요한국의보아님이라고불릴정도로유명하신분이신데그분무대가굉장히퍼포먼스적이고그리고노래도너무잘하셔서깜짝놀랐었거든요그분하고꼭콜라보하고싶습니다어见到面了怎么样感觉如何很开心吗아니제가대기실에찾아뵈서인사도드리고저희식도드리고했었는데너무잘받아주시고웃으면서사진도찍어주시고여러가지대화도해주셔서너무감사했습니다또장혜메이님아메이아메이지그분노래도너무감성적이고예쁜목소리셔서언젠가제가같이볼수있다면같이하고싶습니다시즌看上的都是天后等级啊就期待未来能看到你们的合作啦